山村花政府，因为山沟里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针灸的医疗队，愣把一个解放军战士瘫痪多年了给扎起来了。这个当时就感觉到这个是个大事迹啊，就那个时期啊，很了不得一件事儿。当时京剧院很多好作家呀，什么翁永红啊、范君红啊、个景湖穴呀、啊，大作家，把这个事迹写成了京剧的剧本。金芳老师的这个医生，治疗医生，我演这个解放军战士，李少春老师呢演那个院长。但这个戏啊排了很久，也到了彩排的程度了，结果就搁那儿。现代戏七夕白虎团，那时候我还能翻铁丝网呢，啊，虽然不高，但是咱们也算不上。我哥哥严伟才，这是战斗英雄，这是常贵祥，常贵田的弟弟，这是我演的吕佩禄，这是我们一同学，啊，这是王维良，王京华的亲哥哥王维良，《红灯记》，甭管演什么角色，都是光荣的。上面那个日本兵啊，就是我演的，中间是这个古春章的那个磨刀人走旋子，底下是这个任凤坡任老师的那个现在是导演走趴虎，我在上边旋子趴虎，在空中的时候摄影师拍下来的。红灯记唱了111场，我演了10年的日本兵，我这腰也摔坏了，但是那时候为革命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，那时候是这样，现在我从底下钻过去也钻不过去了。
恨呐、啊，放屁从有声妄想，他妄想黑暗阴狠不猖狂，不由我心头怒火高，放长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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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进寒光，且看这遮正面刀现风该半仓突然遇险，下不他从容应变，正气冲天，乱气将心轻轻浇下千斤担，面对考验我下定决心困难，虽然是一时间风云突变，地下党总能够转危为安，战友动手出奸在金南，尽全力营救先人出老奸，如今高兴艰难如愿，怕敌是强攻，他的他生死就在天可